Okay, this is a session for our secure edge infrastructure for contactless payment system. So, we have an important customer from China UnionPay, which is a very financial giant in China financial industry. So we were very honored to present this title. Since our most audience will be Chinese, so our content will be delivered mostly by Chinese, but our slides are covered is used English. 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we can explain some detail with English. So without any further, we can switch to our topic. 所以我们这个无感支付的这个场景来源于中国银联的一个重要的场景。所以我们今天的介绍首先将从我们的这个中国银联的介绍开始。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中国银联总经。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正在做的一些关于边缘计算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想法。首先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边缘计算，对于金融的一些价值。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关注点，金融是什么？就是风险，风险可控。实际上，金融本身的那个执行就是在控制风险。包括我们放贷也好，我们只要控制到一定的那个风险的那个。 就是这个损失率之外，我们基本上就能盈利，这就是这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边缘计算它能够是防住我们风险呢？确实是有两点的。第一就是边缘计算呢，它是那个它的它是靠近场景边缘侧的，那么它所收集的一些信息数据呢，是第一手信息的，它能够得到场景的相应的一些信息。那么有了这样的准确的信息源的过程以后呢，那么我们就能够控制这样的那个场景的识别，从而呢保证这样的交易呢是合规。 那么举个例子来讲，现在其实大家看到我们之前推动的那个 POS 机 实际上就是为了做这个作用。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一要退 POS 机，包括现在可以看到在支付宝、微信、阿里，他们也在推人脸支付终端，它其实也是为了了解场景的信息，因为我们做不同的场景信息，它的场景的那个费率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手续费啥的。那么如果能精确的保证这个我所做的场景是。 合规的就是准确的。那我的费率就是精准的。那这样的话，我就能尽量做到这个费率是更越低，是有助于这个整个商业前景的。那目前来讲，实际上因为有些技术的不可控，包括都是网上支付，那么实际上有很多存在套现或者说套费与套商户的一些情况的，所以这些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那个边缘计算这块呢，重要的就是隐私性。尤其是现在做一些生物识别的特征，包括人脸识别这些摄像头这些东西。 那么实际上，大家在做人脸识别的时候，如果去做摄像头的话，会发觉，我其实我先不说他自己的人脸识别送到后端去送到后端去处理出问题，但有没有想过后面也站了一个人，同时你的半个脸也在这张他的图片里面也送到后端处理的时候，那你为什么那后面那个人是否得到授权说这张照片能送上去的？所以在美国有些城市这块其实是禁止做这些人脸识别的商业的。那么边缘计算网关呢，就是要求就是说。 将所有的这些信息处理都必须在边缘侧，就是在现场操作这件事儿，保证这个相应的隐私保护。那么这块来讲呢，也是应该说是未来这个安全这块的一个方向。所以这是我们做边缘计算的一个价值东西。但是，Edge Computing 大家可能在做的时候肯定现在很火。我今天去看了一下那个市场里面那些所有的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就是基本上很多都讲边缘计算，但是我想看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去翻一些这个 foundation 的一些资料的话，其实边缘计算是有分类的，对吧？有两个分类，第一个分类就是我觉得是运营商做的 MEC 那么现在来讲，运营商包括中兴通信，他们做的一些案例都是围绕这个场景的，就是运营商他把他自己的那个就是基或者小机房也好，基站也好，开放以后，做一些那个相应的那个边缘计算的服务，这个是一个场景相当于。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银联做的事情，后面我会讲为什么是银联做，而不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在商户侧，在家庭侧，那么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连接设备。 它也有一些边缘计算的一些职能要求需求，所以我们会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把分成为工业家庭边缘以及电信运营商的边缘。那么这里面我们有个比较，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比较，就是其实运营商边缘计算呢，它其实也看到了，它其实是相对于真正的侧呢，是产生交易侧呢，它是更远的，它可能只能做一些辅助。第二呢。
运营商的边缘计算呢，其实讲白了，这个资源就是他的啊，就是运营商的，所以不存在就是第三个能够运营这个资源的那个访问者，在中国就是三大运营商的市场，当然它已经市场够足够大，撑得起这个市场啊。那但是呢，它我们可能是实际上作为一般的那个商业用户或者说一些企业用户想进入的话，应该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在工业与家庭这块呢，有路由器啊，有一些工控机啊，这些东西呢都是有可能会进入的，所以我们应该还是有兴趣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相当于。啊，但是不是说啊，我们像金融企业或者银联或者就是传统企业，它就不做不用那个运营商的边缘计算。我举个例子我们其实运营商这块跟运营商中移动啊、中联通、中电信都合作还是比较多，我们也在前瞻性做，就我们会有什么边缘计算的服务去往，因为现在的 MEC 产生以后啊，它的那个基站 BBU 它其实已经是那个是 X86 结构了。那么使得它呢能做什么事情呢？它使得原先它的一些信息开放要比原有的那个固件的更改要方便得多啊。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相应的那个就是那个直接在上面布一个容器应用，然后可以读到什么相应的基站的信息，能干什么事情？就是现在的人脸支付，比如说是1BM 超过5000，有测试就超过5000个样本的以后，它的那个计算的那个准确性就差，对比性就差了。那么因为如果做人脸支付，我就在这终端侧，对吧？那我这个时候拿到了这个基站周边有哪些手机号，它就有个标注信息啊，这时候我就能够直接就能够只在那个几百个人范围内去搜索人脸的那个范围了。所以这块来讲，实际上这个 MEC 的价值是很大的，但是这取决于最后这个 MEC 它能开放的数据的情况，实际也和数据开放有关系啊。但是 MEC 对传统商业有什么价值的话，我想我们的研究现在是到这个价值是我们是认可的，相当于。那么后面呢，我讲的就是第一部分的一个东西啊，前面呢是一个那个我们的现在，因为我临时加了两页，因为想的是不是中文的啊，是不是英文的啊？这个开始后面全是英文的，因为主要也是想的是那个适应一些老外啊。然后这页的话，就其实是我们这次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核心包括市场里面你们看到的那些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型，就是我们叫的是边缘计算金融的那个充电的无感支付的那个一个场景，相当于。那么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们有几个那个特色点，相当于就是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大家可能在平时支付的时候会看到什么方向呢？第一呢，就是用二维码用那个或者说用银行卡或者现在有的 Apple Pay 卡。那么我们现在是做什么事情的呢？我们现在实际上这里面一个特色就是基于那个充电汽车里面的 VIN， 就 Vehicle Identify Number 这个去做。如果大家自己去买过车的话，应该会有个感受，就是车辆在购买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个车辆唯一标识号，全球唯一。这个唯一标识号是能够标识出你是什么车型，是什么厂商的啊，所以这块来讲是全球唯一的。然后你自己如果是中国的话，行驶证，我了解一下中国的行驶证的话，行驶证里面它也是有完全有这个信息的啊，如果你们去看一下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通过这个 VIN 去唯一识别了这个车辆信息以后，那么事先你在你的 APP 里面绑定了这个 VIN 信息和你的一张银行卡的关联啊，就和现在你可能在微信支付宝里面绑个卡，或者在云闪付里面绑个卡，银联的云闪付绑是非常一样的啊。绑完卡以后，那么当我充电枪读到这个 VIN 之后，那么我自动完成后台的一个自动扣款，因为这时候我已经有订单信息了。但在这个过程中，那么问题是来了，就是我们怎么去识别 VIN？ 那么传统的充电枪呢实际上它就是个 sensor 啊， sensor 是没有计算力的，实际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读了一堆数据以后，它需要去处理，在这个时候，那么一种方式呢，就是说在云端去解析处理啊，在云端解析处理以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在后台云端我就随便能够发个 VIN 就扣款了。这个呢会造成我们对这个场景的不识别，或者有套猫绕的交易的情况，所以我们必然会像人脸支付一样的，在这里面会放一个盒子，叫做边缘计算网关啊，类似的去做这个事情啊，相当于去把 VIN 解析，所以这时候的边缘侧就会有这样的计算力的需求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呢，这里面呢，在计算力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做件什么事情呢？那么在这里面我会增加一个什么呢？我们还会增加对充电桩的数据通信管理协议。因为充电桩本身来讲，它并不是说大家想理解的好像充电桩很简单，它其实本身充电运营商它本身也对这个充电桩10个50个的场站，它本身有电力配电的一个监控管理需求，所以它本身也需要装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做的这个盒子，硬件盒子，它自带这个充电桩的，你可以理解为driver 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程序放在这里面，能够对这个充电桩进行管理，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啊。随后呢，第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为了做到安全认证的管理呢，我们自己自研了一个低成本的一个金融加密安全芯片
啊，内部就是通过焊接的方式集成在这个网关里面。当这个网关自动启动的时候呢，它是会检测它是不是操作系统被更改。第二呢，就是它会直接往后台认证一下，说这个设备是在这个地方启动了啊，这是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啊。第三呢，就是那个我们是这边内置了一个就是和我们后台对接的一个就是类似支付转接的路由程序啊，这个当然就是我们支付的程序啊。最后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和那个和那个英特尔包括一些其他的合作伙伴在做一些这个网关的设计的时候呢，为什么还会用得起来呢？是因为本身这个是网关是充电运营商有需求的一个通信网关啊，有 5G 方案包括 4G 的一些都有，现在主要还是 4G， 是主要是在原先这个网关呢是基于工控机的解决方案去做这个事情，那么现在通过我们那个工业应该是工控要求的那个芯片解决方案呢，大概的成本能够比原来的工控机方案解决 50%，所以这也是现在充电运营商愿意去更换这个设备啊，并且和我们中纳入的一个方式啊。当然后面我还会讲一下，就是说是基于这个无感充电方式，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很多增值服务，就比如包括广告这些东西啊。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面，那么前面是讲了一下我们的场景，那么不好意思，现在讲了一下我们的场景。那么这个场景的里面呢，这里面其实分三层，第一层呢就是底下的一个车充电桩啊，对吧？还有我们的充电、还有一个车主在这里面去做这个事情啊。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核心，就是我们要管的边缘计算的网关，它这是我们被管设备。其实我个人理解，无论我们做 OpenSide 的那个云资源管理，还是我们未来要做边缘计算资源管理，首先要搞清楚我们管理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管理的是这个边缘计算网关的那个 gateway 相当于啊。随后之上呢，它的后台呢有些服务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我们物联网的一个支付平台啊，主要是提供相应对这个车辆和那个相应的和那个和你的银行卡绑定信息啊，包括车主的绑定信息。第二呢是收单机构那个就是相应的支付通道的接口的系统。第三呢就是充电运营平台啊，充电运营平台主要是跟后台形成一些订单信息这块的东西啊，所以主要是这三层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关键就是我们自己梳理一下，就其实未来这个充电那个网关呢会成为一个什么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就是物联网的一个边缘计算的一个 POS 机啊。前面我讲的，因为我们银联嘛，实际上大家最大的概念就是 POS 机，对不对？那实际上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原理。那么这个就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它一定会有些特色点啊。这个主要特色点有以下六点啊，因为我们梳理一下。第一呢，这个网关必须是多协议的连接啊，因为它既然是物联网啊，那么它就需要支持一些充电桩的协议啊，比如说就是因为它应用层面要做一个充电桩协议，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后面会多做的，就类似于这个我们有了这样购买了这样的一个充电桩计算，我们会自动给它加载一些 APP 进去，比如说充电桩的管理，还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电力网关啊，实际上在现在的路灯下面都是十几个路灯下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网关啊，用来这样的路灯管理，包括这个路边的一些摄像头，所以这一个路灯的一些协议也会有这样的公用的协议啊，对。第二呢，就是一个支付的功能，我们会内嵌自己的一些那支付的那个内核的管理程序，有点像POS 机里面的 POS 机程序啊，它是怎么去做业务处理的这块东西。第三呢，就是物联网的通信能力，比如说我们自己现在做的第一代网关里面就会有 4G 啊 WiFi 啊，包括 PLC 可能是第二代的里面 PLC 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电力线载波，就通过电力线也能像电力猫一样传输数据啊，这块东西。第四块呢，就是安全服务能力，这里面就是有一些金融的安全的等级，包括前面我们也已经提到了，我们有相应的金融的安全芯片自己做的自研的东西在这里面。那么这个芯片呢，这个里面主要做的是加解密啊，包括中国的一些各种算法，包括是国外的国际的加密算法。还有呢，就是这个样芯片是个多租户的，它本身能够提供给比如说银行啊、其他的电力行业啊，他们想本身要做加解密的，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们。随后呢是位置与时间服务能力啊，因为根据人行的要求啊，虽然它对 POS 所有的 POS 要有个要求，就是未来每笔的那个交易都要逐笔上送它的交易位置信息啊，所以这块来讲呢，我们有一个 GPS 获取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就是相应的时间服务。当然这个 GPS 位置服务型还要设计一些和地图位置服务商的一个沟通，因为经过我们实际内测，在室内的话可能用默认的 GPS 是达不到的，所以还是要跟一些地图服务商做一些沟通的，相当于这再好他们的成本有限啊，一般来讲5万块钱就有一个商业授权，而且不受限制的啊，这是我们实际在已经沟通过了啊。随后呢，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因为物联网场景下，尤其是边缘计算网关，我想说一下，就是说这样的硬件是有件特色，就是尤其比如说温控的湿度、热度啊，都是有特殊要求的，和我们放在机房里面的服务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硬件设计过程中都是考虑过这个硬件的设备的工业级的选型的啊，比如说车规级的还是怎么样的，这些东西都有要求的，所以这块来讲是它的限制。
下面的图呢是它的两层，就是它的硬件里面大概有哪些硬件芯片。啊，上层呢是有哪些的那个相应的那个我们的一些应用软件的操作系统服务。这里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在那个安全加固这块的一些那个就是我们编辑上安全加固这块做了哪些工作，主要是一些数据安全啊。第一，数据安全是具备关键的敏感信息的加密功能，就是我们这里面的报文，比如说车辆的 VN 啊，我们不可能是出网关以后还让它在公网上出现的，所以这块来讲我们可能会把 VM 信息给加密了，包括一些比如说订单的一些特殊的商户信息什么的，我们也会给加密掉相当于。第二呢是应用安全，应用安全就是比如说这个网关上面不会让它随便跑我们不可认证的安全，所以我们安全芯片会有些证书的分发，然后去验签啊这样的功能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网关本身是对应用是做签名认证的。第三呢就是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是因为这个设备部署在公网之上的，那么公网之上的话它会 有些什么呢，就是它会那个就是做肉鸡啊，实际上或者会发包，所以我们会干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会把它限制它的应用的那些那个就是那限制它网络的访问的一些登录地址，包括是哪些地址能登录，哪些地址能够发出去，这些东西都会在操作系统里面做安全架构。最后是节点安全，节点安全主要是做一些操作系统的防刷机啊，包括可信启动这些授权补丁这块。这里面下面三个东西是TE 环境，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就是这些是未来我们要做的一些特色。第一呢，就是那个现在我们基于比如说英特尔的 SGX 技术啊，它实际上本身一块英特尔的 X86 芯片，它是基础这有要相应的一个可信执行环境的。这个可信执行环境是一般用户是无法去操作的，就是或者说是切不了的，应用程序它是没办法自己去做的。举个例子，在 TE 环境里面，我要展现一张图片，我通过外置的这个截屏是截不到的，图像截屏是截不到的。所以这块来讲，是目前来讲我们金融行业国标这块，包括金融行标，都是由我们银联牵头在做的。未来来讲，很多终端的技术都会是基于 TE 去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最近和国家信息中心还有中国移动一起搞了一个区块链 BSM 的服务。这块里面的话，我们也会在相应的终端设备里面内置 SDK 的服务，那么使得上面开发的应用，它只要调 SDK 就能写我们的区块链服务，使得相应的交易信息作为不可篡改。最后呢，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一些金融安全芯片，这个我已经说过了。后面呢是这是我讲的最后一页了，也是后面成交交给我们的合作伙伴英特尔的海涛这边做了，就是这是我们的整个这个边缘计算网关的一个管理架构。大家前面已经讲到了，我们管什么？我们管的就是那个边缘计算网关。大家可以理解为我们管的就是自己 POS 机。那么传统的 POS 机呢，它可能是基于零售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那么现在来讲，随着边缘计算的应用以后呢，它转换成了一个 IT 公控设备的一样的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架构去对它进行管理那这里面可能我们这个平台就需要通过相应物联网的协议去管下面的一些不同的像的边缘计算管，这些边缘计算管再去连接不同的相应的一个我们称为三色的一项的一些设备，包括充电桩，也包括可能未来我们第二期我们会做场景，主要是大家可能没想到，就是我们可能做的是自动售货机因为自动售货机其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自动售货机在小区里面呢，甚至它会和现在比较热的两轮车充电桩，用二三线城市中国很特色，中国其实是两轮车充电桩是非常现在很急缺的，因为在二三线城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有可能适合连在一起的。所以这种对上呢会有相应的一个应用平台，对上也会相应的管理运维平台，也对上也会有一些增值的服务广告平台。那这些平台呢是通过 5G 网络的资源下发，然后下到边缘计算侧做一些数据的存储，或者说数据的处理，再分发到相应的充电桩网关上。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增值应用，除了支付之外，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一辆宝马车，它停在那儿，我们用了我们这个技术去插枪，他拔枪的那一刻他实际上是已经知道他要付多少钱，第二他也知道他是辆宝马五系的车，对吧？那这时候他用了多少年也应该知道，因为这个车的出厂的时间基本上知道几年，然后因为通过 VN 能知道。这时候他的这个枪拔出来以后他扣了钱，但是这个装插枪他总是要放到那个桩上的，这个桩上面是有个屏幕的，就瞬间就弹给这个对于这个客户，他是因为是买了宝马五系的车嘛，我弹给他一个新的宝马的车的广告五六秒就够了，不占用他更多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广告平台服务就是实际上就是边缘计算精准的一些数据服务推送了，因为而且是和它的那个相应的交易信息本身是有精准的，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后面呢，这套整个架构呢，是我们其实现在跟英特尔在主要是基于 StarlingX 在搭这个管理平台，就是我呢也主要是把这个技术架构引出来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为什么会考虑 StarlingX 呢？其实
我也想谈一下啊，这块东西啊，啊，就是第一呢，其实现在物联网管理平台，像我们这样真的做这个物联网管理平台的，实际上或者说这样的边际算的网关平台的，其实开源选型不多啊，有一些商业产品，但是我们也比较过商业产品，可能一它其实也本身来讲，它也不一定真正知道我们行业的一些特殊需求，尤其我们会特别定制安全的管理需求啊，所以这块是这样。那么第二呢，开源选型来讲，其实像 StarlingX 这块，至少有成型的一个架构在那的话呢，能够让我们去优化的话呢，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这边是也是非常愿意去做这个探索的。第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主要是现在在，因为现在这个社区啊，还是中国团队还比较多。其实今天来到这里的这个主要中国人，所以，有些社区，因为如果做开源呢，因为我也做了好多年开源，我感觉就很多时候还要回归开源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可能我们这个沟通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在这块来讲，我觉得可能在这上面去做一些社区的贡献或者什么，可能基于 StarlingX 我们会方便一点。包括海涛这边他们团队也非常积极 ，Cindy 啊，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所以我感觉也比较重视。然后我们看，我们短短的几个月之间，我们就把原型给做出来了，在展厅里面也做了这样的原型，包括我们自己还做了一辆自己的模拟小车啊。现在这辆模拟小车，实际上今年我们会真车真装都已经会上线了，实际上。啊，所以整个来讲，我感觉这是可能我们做这个事。第三就是看到它有些框架能省成本嘛，就是你少开发点。我个人觉得很多软件框架呢，就是没有必要重复造轮子，所以说可以用的就是很好的。所以自己从头做的话，我觉得工作量很大啊，所以这个没有必要。所以这块呢是我们和中移动这块想法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还有中移动一起加持，因为主要是考虑一些4G、5G 芯片是用到中移动他们一些资源的，所以会一起做这个事。所以以上呢就是我这部分的汇报，后面海涛这边讲讲 StarlingX 这块我们什么协助的。好啊，谢谢李军啊，刚才把我们这个无感支付这个整个场景，包括和边缘性上的关系，以及跟我们 StarlingX 之间的一些逻辑关系介绍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接下来的环节里面可能再会补充一些信息。所以在这之前，我先想问一下大家，到五楼我们那个 Marketplace 看过我们这个银联和英特尔合作 demo 的人举个手。哦，如果不多的话，我这边可以把我们这边有些demo 的一些场景，包括刚才丽君提到的，其实我们这个已经离这个产业化已经很近了。一些我们拍了一个 video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可以一图胜千言嘛。China Union Pay is putting focus on contactless payment, which is a growth area in big pie of payment market. Our demo solution is to address this growing market, specifically through. 这个是刚才丽君提到的，我们这个模拟小车，这是我们的模拟充电桩。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胶片内容。因为我们这个 demo video 的话，其实把刚才我们丽君介绍的一些他的那些vision， 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当然我们有些小车其实是用我们自己工程师用做的模型小车，因为真的真车没有办法开到我们这个场景来，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花了点心思把这个模型小车能够更好的展示给大家。但是里面一些设计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还有一些它的一些亮点，都在我们这 demo 里面体现出来。啊，这边其实刚才丽君已经提到了，我其实他总结的比我们还好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 StarlingX 我们这个基础设施能够帮到银联这个用力。那我们这边稍微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其实知道我们要解决的是它这个行业里面一个痛点是安全，这是我们有别于其他一些行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differentiate。 那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安全特别是在金融行业它是个 must have，
可以说是压倒一切的一个需求。第二呢，是它的其实它的系统设计是一个 dynamic 的。第三是这个 security 其实是需要去花入很多很多那个工程成本，所以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想用到我们现在一个 StarlingX 去做一个这样一个用户用力的适配，为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探索。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一些经验和教训。我想问一下大家参加我们之前 StarlingX session 的能不能举个手？那我这边就稍微总结一下，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 software stack， 我们作为一个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的一个架构。那对于我们这个目前那个凝联的场景来说，可以总结起来有几点我们是要注意的。第一个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把它 OpenStack 作为一个 container service 架在我们的这 Kubernetes 上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OpenStack over Kubernetes， 所以这样一个设计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它决定了我们其实是拥抱 Cloud Native。 换句话说，以后有云原生的有很多这种比较好的这种资源，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带到我们这个系统里来。我们后面可以看到这个 Cloud Native 为什么会帮我们能做很好的这种 scalable 的 service deploy。 第二个，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infrastructure 其实有很多现成的一些安全组件和模块，这是我们叫 deployment ready。 换句话说，这些东西你甚至不需要再去开发，再需要去部署，它在我们这系统里面是 built in 的。第三点是我们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 differentiation。 刚才那个丽君也提到，我们会有一些hardware vendor interspecific 的一些 feature， 像我们有 security boot， 我们有 TPM 的加密，还有像我们的这个TE 环境 SGX。 那目前来说，这些我们都是希望把这些硬件能力开放给我们这个金融行业的应用。所以这是我们StarlingX 为什么能够发挥自己的优点的地方。然后这里提到一下，我们有一个 Starling 的社区啊，我们提到我们的 Open Community， 我们会有很多这些 Security 的 feature。 刚才丽君也提到它有很多 data 和 privacy 以及对于 infrastructure 本身的安全的一些要求。那这些需求其实在我们这社区里面其实都已经是 ready 的，无论是以开源的模式存在，或者是以社区的模式，都可以很方便的去获得这些 security feature。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其实要做到一个安全服务的话，有一个很完整的系统设计，所以如果你从头来做的话，其实这个开发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在这个社区里面，这些都是可以去获得的。如果你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做一些这个 harden 的话，我们这边里面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会有一些合作的成熟的那些商业版本，这样能够方便你能够进一步的把你的安全能够做到更高的级别。所以这是我们的，也是以我们的一个特色，我们的 open community 是怎么帮到我们这个security 开发的。这张图的话，其实刚才那个 video 看到了，就是主力军说到我们第一个场景的话，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原型。那这个原型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是用我们 StarlingX 去做一个我们叫 workload consolidation， 叫工作负载的聚合。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我们选了两个 workload， 一个 workload 是刚才说的支付，这个支付的 workload 是对安全要求非常高的。另外一个我们又做了一个，刚才丽君提到我们会有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其实跟你这个车的信息是相关的。那这广告业务呢，相对来说它是不是一个安全的业务，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隔离的方式，把这种两种 workload 能够同时能够部署在我们这个边缘计算的系统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这张框图的一个要表达的一个技术特点。那当然里面有一些凝联特殊的一些 feature 考虑，刚才丽君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其实它的这个充电跟我们常用的这种去刷这个车牌号或者去看人脸不一样的方式，在于我们去是识别车架号的。那这个是需要我们有一些 device 管理的功能，因为我们在每个 device 其实是我们一个边缘节点，那在后面我们也能体现出来。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这里面是一个部署非常方便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跟盈联我们有了一个这个设计的一个初衷以后，我们大概做这个原型，因为我们很多组件都是 deployment ready 的，特别是我们 Starling 的 2.0 我们就8月份这个公布了新的一个 feature 以后，我们其实拥抱了云原生。那我们作为一个 open infrastructure 来说，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
新的一个usage的话，我们这个部署和开发的成本非常快，所以使得我们很快的就能把这些凝练的这些需求，我们能做出一个原型出来。就像昨天我们这个卡萨那个 session 里面，我们那个刘讲说的，就我们这个有些要快的，要迭代要快，首先要验证一下整个系统的可行性，然后我们再来看，如果我们要再去加固的话，我们会在某些模块进行一些特别的一些技术选型。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 isolation， 我们是用 OpenStack 的 virtual machine 来做的，那么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比较安全，但是呢，它带来的问题是这个VM 的这个部署的就比较重量级嘛。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后面其实 StarlingX 3.0 里面会有一个 Kata integration， 所以我们这个 workload 可以无缝的迁移到是以Kata 为基础的这样一个隔离，那可以做到更好的这个轻量级。这边的话，我们还可以介绍一下，我们 StarlingX 在这个凝练这个 case 里面也做了一些半生的，也可以半生的一些 use case。这个例子是实际上是用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充电桩附近会有一个 camera， 这个 camera 会去拍我们的车牌。那么在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其实因为充电这个车的识别已经不再需要用车牌识别。那我们这个车牌识别是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说，因为现在我们现在大家有开电动车都知道，其实现在电动车和这个油车它其实停车位它其实并没有做区隔。换句话说，如果有一辆加油的车，它开到你这个电动车的停车位的话，你电动车其实这个车位就浪费掉了。所以我们这个车牌识别是用来说，如果你不是我们这个油加油电动车，或者是被整个这个认证过的一个电动车的话，它其实是开不进来的。我们会有个地锁，这个地锁是一个也是一个物联网设备，它是会判别你的车牌，如果不是是允许的话，它会把这个地锁给锁住。那这个其实就用到了我们StarlingX 里面一个部署好的应用，我们叫安防的应用。这个安防应用它是以Armada 或者说 Helmchart 已经部署完的，所以这个其实就像一个 APP 一样，直接就可以跟我们这个银联的这个支付进行整合。第二个 case 是说我们 StarlingX 我们做了一些big data 的一些协议站 Spark 相关的协议站，我们也是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Helmchart 能够作为部署。那我们在我们这个支付场景里面它是怎么结合起来的，是因为我们刚才丽君提到，其实我们这个 POS 机最后其实它是希望把它那个比如说欺诈交易的这些检测能够做到最前端，而不是送到云端去再去做这样的一个一个防护，所以它能把防护推到我们离我们用户最近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是需要把我们那些 data analysis 的这些功能能够也推送到我们的边缘。那用到我们这个 StarlingX 现成的这个Spark 的话，其实你可以很快的就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想法能够付诸实施，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半生的 use case。那有了刚才我们这两个图以后，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最后提出一个愿景，我们会提出一个我们叫Stack for Open Infrastructure in Security Perspective， 或者简单来说，我们会有一个 Security Stack。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框图的话，其实当中的左边那部分其实是我们传统的站，那下面是硬件，然后上面是 firmware， 然后有 One API， 有我们的 OS， 有调度层，有我们的用户程序。那对我们安全来说，其实安全是 pervasive 的，是弥散在整个站里面的。所以它的设计其实是一个需要有一个系统工程来去约束它。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 cycle。但是有了这个还不够，因为我们还是希望 security 的开发是具有模块性的。所以我们在右边的话会把这个里面的 security 相关的部分把它抽象出来，我们把它叫 security MVP， 就是把你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好几个人的 case 用到的 security 软件或者硬件部分的这些功能，我们把它都统一起来啊，我们用一个用叫 MVP 的这样一个blueprint 来把它概括起来。比方说我们有 SGX 或者 VM 做 isolation， 我们会有 secure boot， 我们对你的存储会有一个经过这种认证的这种加密存储，我们会有一些 crypto 的一些硬件加速，还有一些刚才丽君也提到，我们会有一些用户定制的一些 hardware security， 那这些都是构成了我们 security MVP。 那上面的站的话，我们刚才就以我们这个银联的支付为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就用到了三个其实是垂直的 segment。 一个是我们刚才那个摄像头，其实它是处于传统的 DSS 安防领域的，然后我们那个 retail 我们支付，所以它其实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安全的相关的一些认证，所以我们会把
这些部分软件部分的话，我们都会把它作为 vertical stack 放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 stack 里面。那这样的话方便当你有一个类似的应用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从这张框子里面去取你所需要的，然后在做集成的时候你再去考虑一下这个相关的 security 的 compliance 是不是需要加强。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压缩你这个time to market， 包括降低你整个 TCO 成本。所以我们认为有了这样一个 stack 是基于我们 StarlingX 的话，我们其实提供给了我们整个社区一个我们叫community custom and co-engineering。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安全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头疼的问题，我们把它这个难度大大降低，让它变成一个我们的一个 community 的 effort。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StarlingX 跟我们银联这次合作的话，其实也是呼应了我们这个 open infrastructure 的四个 open 原则。那对我们安全来说，首先呢，我们这个是 open source， 刚才李经理提到我们这里面整个代码全部是公开的，所以说对某些特定行业来说，它对这个开源自主可控是有强烈要求的。第二个是我们设计是 open design 的，可以刚才看到我们这个不同 segment 的这个设计，这个 guideline 是对我们整个社区也是开放的，也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在垂直行业里面一些跟安全相关的一些设计可以放到我们这个 blueprint 里面。第三，我们是开发也是 open 的，我们的整个社区所有的相关一些 hardened feature 其实都是一个 open 的一个 development 模式。最后的话，我们security feature portfolio 刚才可以看到是一个 open 的 community。 作为我们 StarlingX 的话，我们其实对跟盈利合作的话已经提供了两到三个一个 MVP 的实例，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社区来，可以做一个很快的原型设计。所以最后还是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去我们这个 StarlingX demo booth。 好，谢谢大家。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谢谢。我想提问一下祖立军老师一个问题，之前讲的那个充电桩那个精准营销的那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在边缘计算中，它一般都是处理一些 time sensitive 的一些应用，但是那个在营销，比方说充电，你说那个插头拔的时候给它推送一些广告。就是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种 time sensitive 的那种感觉，因为你充电是有一段时间的，它在充电的时候就拿到这个信息之后，它可以放到数据中心来处理，然后给它放到这个，然后你去取的时候它再把广告弹出来。而且那个终端那个设备充电桩，它也不需要那么大的一个不需要那么大的处理一些信息，它根本不需要处理信息，因为充电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设计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主要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首先啊，你其实想问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你教科书式的教育的时候是说，边缘计算是为了解决时间敏感性的那个业务，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实际上除了工业的应用场景之外，时间敏感性业务至少我现在没有看到太多啊。这个我也想讲一下，所以你问的问题其实和你读到的书的那个，或者说你看到那个资料里面，但是我想说的是，实际上现在如果你去看上海啊，上汽的充电桩，它现在每个充电桩都是个屏。为什么它会觉得是屏？我靠，因为我站在那地方，我又是个信息化终端，我干嘛不能给它推送广告，对吧？现在那个风众上面干的啥事情，就是每家理发店都给它放一个屏。然后给这个理发店一个，如果放一个盘，就给他就终身给他800块钱，随后一直给他店呢，也是用那个理发店的，所以分众成本好像现在估值就15亿，好像是。所以我其实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实际上肯定是想把放广告的，对吧？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人接触的地方，对不对？对吧？所以放广告。那么现在的充电桩的解决方案就是我就在那不断的循环的放。不断的循环的放，对吧？那么实际上我想解决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个边缘计算平台，第一，这个充电桩现在每个上面如果都有屏的话，意味着它每个屏里面都有块 CPU 去做视频播放，这个充电桩的成本是很高的。我不知道你理解啥意思吗？所以我这个解决方案实际上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通过边缘计算管去通过网络连接那个屏只是个屏，然后它的所有的计算的包括播放里面类似可以放一个虚机也好，容器也好，对吧？这个我们还没完全定下来啊，因为这和资源限制设置有关，能够使得降低整个铺设的硬件成本，
啊，这是我想，这是你可能就是我们先不讲这管理平台带来啥价值啊，先讲这样的架构，物理架构能不能直接带来价值，这才是这个物联网场景里面真正的落地。因为你要铺设的话，你装你每个装里面都放块 CPU， 好像这个装只做着也没意义，对不对？所以这是边缘计算，就是未来会降低成本、绿色环保的这种。云计算推出的目的也不就是一开始也说这，当然最终是不是省电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一开始是这个方向走的，相当于，所以这是必然走的趋势，实际上，所以它未来这和我们为什么会有边缘计算网关一样的，因为如果边缘计算网关。存在是解决什么问题？一开始存在就是，我如果每个庄都要连4G的网络，那我每个庄都有个4G的模块，对吧？那我每个庄4G模块，先不说有个硬件芯片的问题，我要知道，只要一旦用了运营商，我开了一个每个模块，这意味着每个庄都要有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成本的那个运营费、账户费，你理解啥意思吗？但是我如果那么多庄，我共用一个网关的话，那它就是个热点，就上去，所以它本身是个运营成本，所以实际上我们解决的。我回过头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并一开始并不是瞄准它就是那种时间敏感性的业务去做的，实际是为了降低整个工业实施成本下它的一个运营成本和建设成本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广告的目的是为了一些增值，其实我不是为了真正一开始做这个事情，我是通过这个广告能够使得我未来的这个盒子我。其实有可能是银联送或者是银行送，因为它是一个收单 POS 设备了嘛，对吧？我未来能把这个平台建立以后，我再卖给分众成本，或者我自己自营做广告呀，把我之前的建设成本能够分担下去，啊，使得整个这个商业形成良性循环，啊，所以我不知道我回来一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解决时间敏感性业务，它本身是边缘计算的网关的解决方案，或者边缘计算的解决方案必然是解决未来的建设那个本身整体的建设成本的这个方案啊。的一个方案，包括我们前面我特别讲的，大家可能不能理解，就是那个电力线载波 PLC， 这个呢是中国华为做的最好的，中国基本上大量的那个电力线的传输设备盒子都是华为芯片海思芯片做的啊，包括欧洲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你设想一下，电力线如果这些网关和充这个网关和充电桩，它通过网线连接，和未来我们都是通或者说现在已经我们做到基本做到了，就是通过电力线传输数据又传输电力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布线成本可以节省很多，维护成本很多，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边缘计算网关在工业家庭侧一定要更新的啊。其实我们如果说讲到实体经济的话，这个才是实体经济。随后因为有了这个盒子，它不是多了很多功能吗？这些功能我需要有个中控的管理平台啊，进行把它管理起来，这就是 StarlingX 基于它原生产生的价值功能又有管理功能配套的，因为 StarlingX 毕竟是个资源管理平台啊，这是才是真正这个整体的这个管理平台和前端设备的一个我觉得发展的逻辑啊，包括云计算为什么一开始，因为我先有了这些业务才需要后面管理的复杂性啊，我想说一下我的观点啊。谢谢。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要不我们再最后一个问题啊。刚才丽君讲了你们那个 gateway 感觉是一个盒子，对吧？啊啊，那我想问一下海涛，就是你们现在 StarlingX 未来的发展是否足够轻量级可以放在这个盒子里，比如说你自己就要好多个节点，或者是否足够的轻量级，是不是未来的是不是能够支撑这个应用的，比如说真正的就是产业化以后，或者以一个 gateway 可以支持多少充电桩把这个信息发上来。好的，谢谢吕教授，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好，也是问到我们这个现在设计的下一步。因为我们现在做原型的话确实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 StarlingX 虽然经过 2.0 的这个革新，我们其实是走向了就是既能 cover MEC 应用也能去 cover IoT 的应用，但是在 IoT 的场景里面会发现它对我们这个整个系统的 memory footprint 以及它的这个单位的这个处理容器的这个密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我们会在 StarlingX 3.0 4.0 里面特别加入几个重要的 feature， 比如说我们会去缩小它的 memory footprint， 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引入一些像 Kata container 这样的，我们再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就VM 或者是 container 这种 footprint 给它降低。另外就是我们自己也会去考虑，就是说我们会引入一些，就是我们因为刚才讲到我们 StarlingX 是一个管理节点，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管理部分功能再做薄，这样的话可以做到这个computer node 这个节点能够更加轻量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跟银联做这个use case 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 StarlingX 要进行演化的下一步，所以我们会在后面的系统里面来做这些方面的加强。好。
我补充点啊，就这个其实问的问题实际上问的是部署架构的问题啊，这其实是有两个，所以需求来讲就是说未来可能在边缘侧也可能不是一个盒子解决所有的充电桩啊。我想说的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第一个安全支付的盒子可能是专门做这个核心业务的，比如说是装的电力线的配置监控管理，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充电桩安全监控非常重要，减少运维。第二呢，就是顺带的就是把支付也牵在这个盒子里面。第二呢，它可能是个盒子继续，就第一步就随后呢，还有一些盒子会做，就是前面说的增值服务。增值服务的时候，它可能需要那种视频播放，它的确需要 X86 这种高计算力的结合。这也就是我们和英特尔合作，在 X86 上面去做这样的边缘计算的一个东西。因为实际上新建芯片选型有很多，但是实际上各种硬件其实是有不同的需求的，所以物联网世界比较丰富，所以这是我想说。第二呢，就是管理的轻量化呢，除了在边缘侧瘦身之外，可能后面还有一些云端的，像云端抽血，就管理的一些功能可以有些部分是在云端侧做的啊，有些是在端侧做的，就是我们不要就想着边缘计算我就把什么东西都往边缘侧做了，好像教科书也不是这么教的，我觉得，对吧？实际上是云边协同的，所以有些远程的一些管理运维可能还是会流到云端去做的，但是端侧的比如说广告推送的一些业务逻辑可能管理这些方向啊，一些资源的配置，这可能是动态是通过这边侧做的，我觉得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我回答怎么，但是我想这是两个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好的，我们今天这个presentation 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啊 ，Thank you for your time。